哈喽啊姐妹们，有没有爱喝椰汁的？嗯，这块被我喝没了。这个是纯生榨椰汁，然后它是复原椰汁，一箱是10个，然后这一瓶是245毫升，然后夏天的时候把它放在冰箱里，然后拿出来喝，超级过瘾，喝前摇一摇，再来一瓶。这个就是微甜，它不是特别甜。特别凉爽，就跟咱们之前就是喝那个椰汁，那个老牌子那个成罐的那个叫什么椰汁了，我想不起来，跟它那个味道差不多。它那种甜不是齁齁甜那种，嗯，它是就是微甜。这款小椰汁特别好喝，这个椰汁是我昨天收到的，然后现在就剩一瓶、两瓶、三瓶、四瓶、五瓶、六瓶、七瓶，然后是八瓶。昨天就喝了2瓶，天特别热，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然后喝一瓶它特别解暑。